来啊，菜包！要两头鸡啊，菜包。爱骨力，第一点就是骨力。嘿，爱骨力，唔好贫惰。贫惰吼，想讲哦，这行你嘛为艰苦，彼行你嘛为艰苦，啊，你做地主。做地钱来用，你做地钱来饲囝，命底命运拄着就是爱啊，安尼就是爱做，爱做才有啊。你若去台东，请你斟酌看，村名里山也有一支石山，土路钱啊，牧场收种瓜。红头树，三仙台，美丽的海岸，风来石徛台。啊，咱世间做人就是要来做的，你呐，人阮是无讲的，啊，妈你就是拢要做的，要咱自己做，我咱想爱做。咱呐来台东，请你小少看，日本洗温泉，予你心开化。好听好听好听。好让人间到处都充满温暖。台东的池上是真侪观光客心目中的天堂。连绵不尽的稻田，都残存是绿色的海浪，让人心生欢喜。但是走入行下来变换家庭，咱会看到完全无同款的池上风景。83岁赖攀顺妹，当地暖米粉做菜包，辛苦一世人。佮即马，伊佫伫个为三顿拍拼，但是伊无画苦，无画贴，伊认为。人生就是爱做，骨力才会得到别人的尊敬。这是台东的池上。差不多有9000人住伫遮，是一个人口真少，但是观光业真发达的小镇。有节目无？今仔日有节目未？新庄有啊。点半哈，点半下来吃。好，谢谢。阿姨，这位是安怎？你来吃？这阮都拢熟悉啊。阿姨是做啥物？伊拄开这哩车，搁先煞租车予人，啊先煞有。啊，阮这拉拉车拢会叫伊到迄边去啊。到遐，搭包住啊。拢会去遐，拢会去遐卖。啊，阮拢。啊，伊拢搭介绍啊。介绍安尼啊。哎，安尼啊。阿嬷的米糕啊，阿嬷做。即摆无啊，我菜包啊啦。菜包啊。啊，米糕少侪人要摕，唔过该当本呢。来，阮来去哈。好啊好啊，啊你骑车坐伊。好好好，谢谢。啊，人因阿拢会甲介绍呢，我出去嘛是介侪人听讲啦。拢会甲我斗帮忙安尼，来哦，甲这阿嬷斗捧场。伊若讲一声，咱较赢咱伫画咧，嘿啊，较赢咱伫画到大红灰咧。赖攀顺妹，嫁来池上超过60年，卖菜包
是现在赖以为生的工作。八十三，敢有影？有影，民国几五年啊，上鸟起来的啊。很难想象，八十三岁赖潘顺妹，阁必须爱为三顿打拼，趁钱饲大囡仔了后，身躯边无存偌济积蓄，安享晚年，敢那离有一点仔遥远。啊！你无加减啊做，伊阁袂使得啦。我若讲恁安捌你哦，我才无爱做这咧。我无读这是无读这，若果我安怎做，安怎我看，我都知啊，我都准。我都袂讲我诶为人诶礼貌，搁为人安怎安尼，我都袂去失掉人诶礼。嘿，我诶人就是安尼，毋免讲都读册，有诶读册嘛毋知影规矩，毋知影礼貌。阮姓纪诶人本安尼，姓了纪诶人较聪明。嘿啊，我无骗你啦，了纪啊第一聪明。三月池上早晚温差真大，尤其是今仔日有低温特报，温度大概只有十度。六点左右，市场都已经开始咧运作啊。赖潘顺妹不落人后，载着五十个菜包，开始伫十几家店头前摆摊，无招牌，全靠叫卖就生意。菜包哦，阿如为着家境啊，嘿啊，囝啦，拢租厝啦，啊，人伊阿嘛一家一业啊，就是爱做，爱做才有啊。无感觉讲哦，晓你做了艰苦安怎？艰苦你要做借钱，啊你要去甲谁借？人要借你袂？卖妄想啊啦！这菜包罔捏啊，啊罔卖啊罔卖，都有钱啦。我菜包是好食的菜包。菜包。呀，一个包菜，包香菇，搁有素食菜。啊，食好斗小补哦，啊，找你五块。到倒位喏？到一只呢。先食看啦，毋捌食呢。毋捌食。谢谢。可能是因为落雨、佮低温的关系，今仔日的生意特别差，徛两点钟。敢若卖出去一个，赖潘顺妹只好继续叫卖。来啊，菜包！少年头家啊，菜包！来啊！我要走咯。今仔日来菜市啊买菜的人真少，赖潘顺妹决定要开始沿路叫卖，希望会当伫个中昼以前，甲菜包卖完。来啊，菜包！
来啊，菜包。哎呀，菜包。来啊，菜包。后背背起你哦。嗯。后背。你按无？你按开袂来，甲开一下。开一下，开一下。啥？哎，做鞋无？无啦，要穿号码的啦。要开学堂买店。失败啦。吃什么？吃馒头啊，吃菜包啊，吃素食的啊。又是一个新的早起，今天赖盘孙妹不去买菜包，因为今天是池上一礼拜一次组织环保日。我拢在早呢。这个是阮做来的。你家人烧嘞？昨昏我跟你讲迄个啊，迄个书记啊。组织慈善环保站无大，但是来家做环保志工。大部分都是七八十岁年纪，加加起来超过千岁，所以大家都叫这是千岁环保站。是啊，我一脚叫啊，你就脚过。卖安尼啦，大家是互相啦。你袂记得哦，阿爷。人家你是养啥物？哎、欸，你不会做你啦。赖潘顺妹已经是八十三岁啊，伫个家阁排行老二，但是因为脚手真溜俩，伊就甲为另外其他的志工，家己煞弯着腰徛伫分类。腰盖好了。无啦，第一啦。你正经呢，该有啦呢。就比我较少岁，比做较无咧。你看伊安尼按咧，就是。身体好就是安尼啦。肯定。漂亮的淑女呢，伊食了黄牌。啊，食了拢里里浪浪啊！迄器具啊，用用八十多年啊，嘛是里里浪浪啊。讲我用好使，肯定的。哦，是破产咯。迄少年做无感觉，啊，即嘛食老啊吼，去补，迄冻袂掉。嘿，破产咯，啊，食伊食骨啦。嘿啊。啊，破产就是安定啊，安尼。你妈无啦，白花啊，奇奇花啦。啊，即马若要来接报嘛，无法度啊。做环保哪会忝？做环保较辛苦。做日工较轻松。
等后界看袂遐艰苦袂，吼，安尼，啊，搁做完报告，快快乐乐，安尼，就安尼讲啊。来环保站做志工，每一个人拢有无同款的理由，每一个理由的背后，拢有家己的遭遇。不管理由是啥物，敢若愿意付出家己的体力、时间，无求回报，伫为别人来做，拢非常值得敬佩。环保车伫池上小镇穿梭，因为人动组织理念，大家愿意来做分类，然后甲粪扫变黄金。除了赖潘顺妹，池上环保站内底，阁有一位大一岁志工，叫做刘桂美。环保的迄天，伊拢是头一个报道。以前哦，像我老公去在台东嘛吼，这边过去，哎、欸，遐有咧做有要做回收啊，我就是讲，我老公走去啊，我倒来啊。啊，都大家安尼安斗阵，都我不会想啊，也较袂想啊，哎，啊做，一直讲三年多了，啊，三年过去了，安尼尔啦，哎。做环保？啊，有分老板娘吗？不是老板娘。对啦，老板娘嘛是爱食饭啊，啊过日子啊，安尼较好过日。是不是？老板娘，啊，人家老板嘛是来。叫你老板。真好，老板。通通是老板。通通是老板。今天所有来的都是老板呐，好不好？都老板啦。还是要来啦。不管过去做过什么工作。在环保站内底，因共同的名都是环保志工。这样做会不会很累啊？不会啦，轻松啦，好啦。每个都不会累哦。不会。阿姨会不会累？不会。那做那欢喜。要伫个这人口少、志工少的池上经营环保店，其实并不简单。三年落来，嘛已经经营甲真好啊。记者老公哦，我做生意哦，哦，做个无眠无日，还佫较可怜。迄两三个囡仔爱咧吼，爱差一岁尔，那爱咧嘛是爱去做，安尼安尼，做个三几年过来。姐，哦，我的。即摆是还好啦，会过去啦。啊，不过就是迄个查囡仔会安怎互我落去啊？头壳无介好啊，哎呀。啊，无法度啊，咱的命。啊，即摆你若毋能讲，伊就无佮意听到，这大声就佮伊念啊。伊做伊的，我做我的哦，莫佮伊啥话，就无要紧啦。嘿，啊，知影伊成，知影成，咱都提防伊啊。莫想，莫佮刺激，莫佮啥啦。哎呀，爱食啥就买啥。爱食啥就买啥食啦。伊讲爱食鸡翼个，哦，我讲你敢那阿祖嘞，哎，鸡翼个即摆介贵呢，嘿，无分嘞。你要面对许多考验，
才能突破局限，走出一片天空。所以要不断学习，在磨练中成长，在历练中续进。刘桂梅查某囝栽培到大学毕业，本来前途是一片光明，无奈罹患了精神疾病，所以干来当回去厝的，跟妈妈相依为命。哎，现在我有吃那个，就是双极性的那种，就是，哎，属于应该是类似躁郁症的药了。有时候脾气就是情绪上哈，情绪会比较有一点控，比较管控的。就是我常常看情绪上的书。为着减少甲查某囝摩擦，刘桂梅会走去旧厝阿莲花。上重要的是，无想要让家己赢落来。啊，我若赢，我就来拗这啦。啊，若有人爱会，人来买，我就买伊啦。讲，忙做较过日啦。除了阿莲花，刘桂梅阁有一项嗜好。就是捡玩具回来摆设，做囡仔的记忆，都敢那剩辛苦的劳动。年纪大了后，学囡仔生玩具，来弥补一个唔捌有过快乐童年。啊，迄只，你即摆摕这只，这只是啥？这样。哎。这个嘛，唔知影啥，啥物事。哈哈哈！哈哈！你神经古锥古锥，你有看？啊，安尼拢甲断掉咧。这叫 Hello Kitty 啦。哦 ，Hello Kitty。哈哈哈。逐天来个看看安尼啦。哎哎哎。哎。啊，咱世间做人哦，就是要爱做的啦。你呐，人阮是无讲的，啊，妈你出事拢要做，你按弟弟做，我嘛想爱做你啊。唔惊苦，是共同的特质。唔惊做。是因的口头禅，安尼坚韧的情操，一生唔捌改变。即阵超过80岁，慈善环保志工，每一个人的命运拢真坎坷，但是因拢共款，选择来组织环保站，做无薪水的工课。伊有一句口头禅：人生就是爱做啦。这甲上林讲的。做就对了，有异曲同工之妙。因的人生靠双手打拼，因的智慧用岁月累积，因用家己的生命故事教育后一代。知足是上大的财富，会当为别人做一点仔的时阵，嘛千万唔通吝啬，做就对了。